那么下面咱们闲话少说，咱们开始讲。这个墓地的话，本来那个很好，一放就好了。我这还得写一下。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么几个层次的东西：第一，了解跟掌握高级物在生产过程中，所依据的话理论基础以及工艺条件，它用什么原理？什么原理就是高深化学的一些东西。那么咱们重点主要是讲了工艺条件，用什么工艺条件，什么设备，什么东西来的，熟悉多种工艺，咱们书上讲了很多，咱们这个话并不可能完全都讲，那是多种工艺，把典型的介绍一下，多种工艺过程对高级物性能的影响，我这整个过程中对产品，有什么影响，因为咱们要做这个产品的合成，目标目的和达到合格的产品，假如说我这个工艺过程的话满足不了要求，你这个工艺过程选择干什么就是失败的，对它的影响规律，知道规律我就怎么知道怎么写了，然后了解多种工艺过程它主要的问题，就是我这个工艺过程的话优缺点是什么，最关键问题是缺点，存在了问题，你只要能发现问题才有进步，才有改进的那个动力，然后你通过发现了问题你要提出解决方法，这就是才能上进。然后再下面一个就培养控制高级物合成以及选择这个工艺的能力，咱们学完了以后说得什么东西，我就培养这个能力，你掌握这个能力的话到工厂去我就可以话，我这个东西的话我怎么合成的话，它的能力我用什么东西怎么合成什么调件，然后我那个选择什么工艺，这个能力这是最基本的问题。那么同学们根据这个大纲主体思路学下面的东西，那么我讲也是按照这个东西来讲的，所以这个就能比较高效率融合这个东西。这一条先声明一下，因为好多有些同学以前这个通过以前讲课也提出问题是吗，又把这个混淆了，所有的高级物什么东西不是一样，有天然的有什么其他，咱们整个这个高级合成工艺学只是讨论人工合成，天然的不讨论，天然的分这么几种，比如说植物的话东西，什么植物木材什么的这一类的东西，他们有农林部门的话农业植物一些专家他们来讨论，对一些有机体动物身体包括人的身体的疾病是它是有医学专家，生殖方面医学的专家来研究这东西，这又是跨大的领域，它是属于医了，它是农，咱们是属于工，咱们只是讨论人工合成，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大原则分开讨论就好讨论了。下面作为刚才的合成工业它实际上实验咱们不讨论人那个天然的东西，但是呢高分子工艺发展干什么实际是离不开高分子那个天然的东西，人类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实际都是通过认识天然的东西自然产生一些东西，完了以后发现它一些特性，然后研究它一些规律，完了以后发现它一些缺点，然后再改进，人工能动性的去合成，人为的去合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合成，就发展成人工合成高级物。现在的话有这么一个天然高分子就好办，那像同学们这个互相了解的话，木材最基本的东西天然高分子，那么还有的话在种植的棉花，这是显微一类的，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动物的皮革，很早以前穿的皮衣，还有羊毛这一类的东西，都要蚕丝，很好的纺织品，这都是天然高分子。那么作为天然高分子的话有这么一些东西，那么它最主要的话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天然高分子它咱们讲的东西搞研究，咱们有个思路，就是我发现什么东西，发现它的优点当然是比较好了，最主要你要发现这个事的缺点，任何事包括同学们将来就业干什么还有其他的生活一些东西，你只要先发现缺点，认识它的缺点就是最大限度，它想到不大好说的就这个是最坏能坏到什么程度，我认识了这就知道最大限度知道，就是我认识一个东西，我它有什么缺点我认识它了，然后呢我再可以说解决这些缺点，完了以后它就可以了。那么它有什么缺点呢，产量受限制，很简单一些，比如说咱们穿那个衣服以前是个棉花种植，反正多少万亩的棉花最后那么多人收起来，完了以后穿衣服还仿不了多少件衣服，那么现在的高分子工业化不用说，反正就是人工合成的制造那个羊毛就是精纶纤维，
假如说我一个工厂的话，很小一个地方，几十亩地，我一套供电装置，年产化就是几万吨，几万吨的话是你的多少分的几千亩甚至上万亩的棉花的话多少倍，并且效率非常高，高速效率非常高。所以这个就是将来很早的时候，在不能叫原始社会，很早的时候人需求量非常少，人口基数也比较小的时候，那需求量少它能满足，但是通过发展，大量东西使用，它呢根本满足不了要求，所以促使人民，要想办法，性能有缺陷，不能说因为咱们用了一些术语概念东西，好多东西不能说这个东西是好是坏，好多东西，尤其是到自然科学里面，甚至包括社会科学，有些东西你不能完全把这个事儿太绝对，只有两个极端，不是好就是坏，那不可能，好多中间的过渡状态非常多，作为这个天然高分子，自然科学里面也是存在这种，只是有缺陷，不能说它坏，怎么样，不是这种，有缺陷，并且这个缺陷的话还是某些方面，加它应用。可能这个材料化在这个地方反正用了很好，但是从到另一个地方去它就存在缺陷了，就不适应了，也是不和谐了，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行，所以它有缺陷。那么这些啊很好的讲一下例子，比如说蚕丝，蚕丝的话现在做衣服应该说卖了相对来讲价格比较高，但实际真正对它那个附加值，它真正天然的价值来讲的话，实际还没达到那种状态。同学们可能也知道，反正有好多话人合成了一些，包括某些国家的话出了一些纤维，还说性能非常好，一件衣服卖几千块钱，当然这里面有品牌的价值，但是有时候它纤维纺织的技术含量，但是假如说蚕丝的话真正它性能舒适性各方面比它还好，但是蚕丝最大的缺陷在哪儿，第一穿了以后的话你从洗完了重新穿，假如说你不运不整理的话你的衣服没法穿，那是天然的话，就是非常皱纹，压皱的多皱的人工合成皱纹的，就是非常全是皱纹，必须得熨烫，这些东西，这是第一点。还有什么问题，蚕丝染色不好，染色很鲜艳的衣服你穿一夏天，然后走一些水风吹雨淋的吹完了以后一年下去，反正一出汗那些地方后背什么东西颜色褪色非常大，你再这么研究现在还没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缺陷就是强度不足，穿的时间很舒服，与人体这个亲和性非常好，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强度不够，你穿一年以后基本上你稍微用点力拽一拽有可能就破了，所以这是一种缺陷。那么应用范围窄，那么现在好多东西比如天然纤维它自然形成的规律，比如说我棉花出来的话就是人体就是穿衣服，假如你像工业方面用了工程方面用的话高强度纤维，这些方面它应用不了，棉花线你再怎么纺线的话咱们人拽不断，很简单用的一个轮船那个缆绳的话，你看看那个缆绳再这么粗的现在高强度纤维稍微刮个六七级风那个锚船在锚地上缆上以后缆上很快就拽断了，所以它们应用范围非常非常窄，还有一些高分子材料比如说耐高温非常高的情况下，那四五百度那棉花线早就发黑碳不能说碳化了一些裂解了，这就是应用范围非常窄。那么正由于这个缺点，那么导致的话促使人民一些科学家一些精英开始想到要合成，人为了主动性去合成一些高级物，那么通过大量的研究，那么一些最主要的一些品种的话就是三大合成材料，最主要的话橡胶、塑料、纤维这一块，试一下这些东西的话研究的话整个奠定的话整个的话国民经济反正就世界那个工业那个基础材料，那么现在话科研化科研的基础有三大支柱支撑的话，一个是能源，没有能源的话什么东西动不起来，整个地球能源由太阳来提供，这一块有能源，有材料，材料是物质基础，再有个控制就是信息，三大支柱之一，咱们材料里面就属于三大支柱之一，但是材料不仅仅是你高分子，材料包括的还多了，有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还有有机材料，有机材料里面也包括高分子材料，但是从体积用量各方面来讲的话，高分子材料无论是量，利用了反正就是那个就附加值或者性能范围品种各方面它还是最大的一个，因为金属材料基本上现在的金属材料就是一些特种合金，
这些比较多。那么同学了解咱们国家发那个稀土这块是非常特殊的，就是非常精细的东西，大批量的东西，钢铁这个铁的话这一块都不是最近不是一个特主要的材料。无机非金属的话，就有一些什么叫精细陶瓷，甚至有些功能陶瓷，陶瓷这一块就是咱们学校的那个什么材料学院他们搞这个，就陶瓷超塑性，这个陶功能陶瓷非常好，这陶瓷可以组件仿造一些功能性，最近的陶瓷咱们知道，咱们碗筷的那个话，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硬、耐磨，这是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脆，所以特点并不是优点、缺点的问题，就是还有个脆，脆这个东西是使用过程中是一样最那个什么大的一个缺点，一扔就脆了，没有变形，它就是好或坏，或者是整的，或者是，粉身碎骨，那么这样的话，现在搞的话就可以搞成叫超塑性，就是我这个压成这个片儿。完了以后，在静止的作用下，慢慢的、缓慢的可以增加力。完了以后呢，在一定的温度下，我这个很薄的一个陶瓷片可以，突出出一个，比如说一个片假设直径的话是一两个厘米的直径，这个圆圈我往这压突出，能突出是半个厘米，就五个毫米怎么突出是不破，这就是反正一超塑性，这个是叫轻烧液体，从工艺角度、工艺学角度来讲叫轻烧液体，就是我这个陶瓷材料压的过程中的话，不是压的特别致密，它里面是一些微孔，里面是疏松的。那么这样的材料有什么？在这核电站各方面，这里面都有很好的应用，这一类些东西。那么作为那个什么高分子材料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三大材料是最基本的。原来那个塑料这一块是提供一定的强度，因为在高温化学里面，同学们就知道。那么橡胶化提高高弹性，那么纤维化提供高磨量的材料作为纤维一些东西装置。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工业发展的话，它应用范围领域太宽了，你光这么三大材料不能包罗万象，不能满足一切的要求，那么就出现一些什么东西了，出现一些涂料，就是人化药，涂料有时候叫全面来讲叫涂蚀剂，蚀就是粉饰，就是装饰的意思，咱们那个什么这么楼新学区加起来一玩意儿，整个都刷了油漆，这也属于涂蚀剂，就是看得好，涂蚀剂，就是涂料。那么粘合剂，粘合剂的话，在一些特殊行业，有用，咱们有好多东西写的，就是，直接对于同学们直接相关的话，家庭装饰，以前话干什么东西往墙上干什么事，就是钉钉子，好像是挂什么件儿这个东西，给它钉上钉了，用螺丝钉拧上，现在不，有那些什么人工是什么贴的小挂钩，往玻璃上一贴，往桌子哪个地方一贴，挂非常方便，这就是一些粘合剂，通常的应用。那么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地方，那么前一段时间网上边也说这个事，一个飞机有网上一个照片说，一个飞机的话一停了以后出来以后，他一看那个飞机翅膀那个地方用个黑的胶带把那个翅膀绑了一下，就那个尾翼那个地方有一点，就侧就是那个两个翅膀后面有个导流那个尾翼那个点有个黑胶带绑了一下，他一看的话，飞机这么关乎人的性命的时候，那个简单的话胶带这么修复一下，后来这个维修公司就给解释了，就是这确实有点问题，它就是那个一些包那个铝片儿个什么，可能有些结合，通过检查中间经停的时候，可能发现这个问题。那临时的用这个胶带，那个胶带是铝箔，相对合金的一个胶带，把它粘一下，粘一下就是强度足够满足要求，并不是说拿着人命开玩笑。但是你到了终点站的话，那个机场肯定要全部彻底的维修，并且说这个维修方法是属于维修里面非常正规的一个手续，来解释来答疑这个事儿，就是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好多东西，并不一定说我这个粘合剂不行，所以就说有好多同学就是，有些东西理解了这个东西，就是适不适合，并不一定一看就超出常规了，不可能，人为把些试台一些弄大，那不是，再有一点叫功能高分子，因为现代化分，现在在高分子领域说有分这么五大类。还有的加上一个功能高分子，实际功能高分子呢，严格来讲就是说，它不能独立于它之外，就是我这橡胶、塑料、纤维里面都有可以有功能性、有特殊性，都可以有功能高分子。所以有的人分类的话，这功能高分子就不算，有的就算到里面。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同学们去了解高分子的一个属性，有时候反正还有是高级物。书的话，咱们这个书的名字叫《高聚物合成工艺学》，没写高，
没写是高分子合成工学，所以这些就是有一定的，哎，就准确的非常准确性的。第一，高分子为什么在天然方面的话，你这个基本上没什么疑义。一说天然高分子什么，就是天然高分子，没有写，没有说天然高聚物。哎，同学们好好理解这一块。哎，然后呢，这里面容易出现混淆了，就是人工有人工合成高分子，有人工合成高聚物，这些都可以说。但什么时间是高分子，什么时间高聚物？哎，并且咱们书上还写了人工合成，还有写的是咱们书上还有用这个概念。所以这些概念同学们可以辨析一下。第一，高分子的话，为什么就是它实际上本意来讲就是分子量大，就这一个特征。为什么它用于天然高分子这个用的比较准确呢？就是天然那个什么这种物质的话，已经是自然存在了，人工去被动认识它或者发现它，它分子量非常大，跟一般的有机化合物这一类的东西的话，比如说咱们吃的反正就醋这一类的东西，或者一般脂肪这一类油脂这些东西不一样，分子量非常大。完了以后发现就分子量大，就叫天然高分子。但是通过以后反正从学术角度来讲，高分子来讲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是一个微观概念。什么叫高分子？已经达到分子级的东西，就表证这个物质材料的话最基本的属性的一个承载体，就分子。分子表现体现这个材料性，它是微观用的概念，并且这是属于一个相对咱们课程来讲是属于学术用的概念。这一块，那么从高聚物角度来讲，这是个聚，这是相当于一个动词。高聚物就体现一个话人工能动性的去合成的，它实际上它实验也是分子量，但是最大的话是一个合成的，体现着主动合成的这么一个理念，并且它是一个宏观的，宏观的概念。那么通常应用的话，就是实际在生产上面用来用。这些所以就比较多的，这是一个。那么作为高分子化合物的话，这个概念严格来讲，我个人理解哈，不一定准确。我个人理解，高分子化合物一般的话尽量不用。为什么呢？同学们知道，在初中里面就知道，化合物这是一对概念，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化合物应该是非常纯净的，就是一种东西。那么作为高分子材料的话，你再怎么合成它就不可能是一种东西。实验链接结构是一样，但是至少它是什么呢？分子量多分散性。有些化学讲一个同系物，是不是它就不是一个化合物。那么同样把那个概念引申到这里面，比如说我这个聚乙烯，那它分子量聚乙烯蜡分子量那个什么分子量就是几千，一两千，像蜡状的聚乙烯蜡。那么还有的话，一般的咱们平常要催促包膜塑料那个话，一般的话五或者2.5，大约是五吧，五万左右，足径分子量。你不用还不用说后面超过分子量几百万的，你说这都是聚乙烯，出来这个问题。最关键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即使是这个值也是一个，同学这个概念应用非常清楚，也是一个平均值，不是准确的。就是里面即使这个比如说这个几千这个话也是里面有几百的，五六百的，是几千，假设是一千，这个里面五六百的也有，一千五六也有，它肯定是一个同系物，所以它就不应该成为高分子化合物。所以就我认为书上应用这个概念是不恰当的，或者不严谨不准确的。作为现代合成材料里面，它的起源咱们前面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是由于通过对那个天然高分子的话逐渐的认识，逐渐的研究，逐渐发展完了以后起来的。